晚上好。哎妈呀，这怎么掉了根睫毛？中间缺了一根。晚上好。晚上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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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上好。也不是不想浪费了，是想给大家直播才开直播的。想你们了才开直播的。谢谢菲兰的三里蝶，谢谢你。先吃个甜品，嘿嘿。虽然我还点了饭，点了炒花甲。旁边那个小花花当然是画的啦。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里头有小花花特效？谢谢七姐粉丝 sing 送的花前月下，谢谢你。你知道吗？这两天我看这个口袋，我发现哦，谢谢微笑送的花前月下，谢谢你。膝盖它就是因为这两天跳舞嘛，它。比较脆弱。我发现哦，谢谢黑送的灯与蝶，老不说完。我发现河粉唯爱全屏公告，各位发现了吗？这个全屏公告没停过哎，很离谱哎。我一打开口袋就看到这个全屏公告，谢谢小卓送的花前月下，谢谢你，谢谢脆弱水母抱抱子送的灯雨蝶，怎么就脆弱了？对啊，这个特效真的有点丑。谢谢黑送的花前月下。我先点了个甜品吃，点了个杨枝甘露，因为我觉得必须要犒劳一下这两天的自己，所以点了很多吃的，还点了炒花甲和空心菜。确实是有餐车，但其实我真的觉得餐车的食物一般般，可能我太挑食了。谢谢歪的橘子皮送的花前月下，谢谢你。而且很好笑，但是我们真的吃很多。谢谢要开心的小羊一模板送的灯雨蝶，要开心哦。就是这两天真的很离谱，我们真的每天都在疯狂叫餐车。谢谢呆萌萌送的花前月下，谢谢你。谢谢小鹿姐姐，小鹿姐姐送的花前月下，谢谢你。然后我们不是有那种对讲机嘛，对讲机来沟通各个部门，然后当时就一直听到那个对讲机里头就各个部门的人都在要吃的，然后那个餐车就说啊，刚刚做了炸鸡，已经给艺人们都送过啦，啊，下一批要炸鸡要再等一会儿啊，刚刚西瓜汁橙汁给艺人们已经送过啦，下一批要再等一会儿，刚刚饭给艺人们已经送过了，下一批要再等一会儿。就是说我感觉吧，可能怎么说呢，是不是风评被害，感觉我在我们哇等一下，这个是全体啊，谢谢全体。对，难到了，我现在在百度，我觉得应该没错。
铺，因为是全体，我害怕我答错。谢谢寒潮姐姐送的权杖，谢谢你，拿出魔法棒，我要世界变漂亮。所以这个抽奖是只要送一个兔兔就能抽奖吗？啊，难怪这两天疯狂收到兔兔，谢谢奶茶。谢谢要开心的小羊送的花前月下。没有，就是有很多不太熟悉的 ID 嘛。我有点饭，只是等会儿吃饭，先吃个甜品开开胃。今天终于结束，我觉得这是我拍过最累的一次总选单。咖喱，这咖喱，谢谢黑送的夜蝶，谢谢你，祝你天天挑夜蝶。就真的实打实的拍了三天。比有你都累，主要是这是舞蹈。嗯，谢谢树皮送的花前月下。我刚刚是不是漏了一个灯雨蝶没有感谢？因为他一下子就跳出来了，那个抽就是那个问题。他就是这次舞蹈，他真的。排练就排练了很久，然后编的也挺难的，就一直都队形变换特别复杂，而且我就一直在地上滑来滑去，就没就真的是在地上翻滚。然后而且也第一次这么认真的拍舞蹈。今天还好，今天就而且还跳，就是之前都是只会跳一版舞蹈，一个场景一版舞蹈，这次拍了两版舞蹈。谢谢史上最帅高中生送的四个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你所有闪亮皇冠，是你为我加冕，呜呼。谢谢你的皇冠哦，谢谢。然后就是说真的录了很久，第一天第一版第一个场地的那个舞蹈录了四个小时，舞蹈版录了四个小时，然后今天录了两个小时，跳的我都已经要眼冒金星了，因为那个拍摄的地方很热，然后就一直在跳跳跳跳跳。我怀疑哦，这个大王给我加提高难度了。有点难的哦，这个问题让我仔细的思考一下。这个大王就是说有点记仇啊，很记仇。我还是答对了，我没百度啊。
为什么不求助你们？因为我觉得你们比我笨。夸你们的意思。谢谢宝贝，你说什么呢？送我带雨蝶。最近我出现的很少吗？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吧，对吧？今天的眼妆真的好看，全那可不嘛。我觉得我这两天拍摄之后，我的眼妆进化了。现在改名要审核了，谁让你们天天瞎改名，被制裁了吧。我很期待这一次的 MV， 我觉得应该拍的还挺不错的吧。感觉哦，就是整的是挺好的。谢谢齐阳送的花前月下，谢谢。水水的狗腿子这个 ID 怎么说呢，应该也没有人会想跟你抢吧。有人想跟他抢这个 ID 吗？没有吧。谢谢小胜胜送的皇冠，谢谢你哦。所有善良皇冠是你为我加冕，呜呼。而且你们真的很奇怪，我真的最近觉得你们就是说有点不爱搭理我。但是我骂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出现的可快了。天哪，为什么这么点，也不是说这么点吧，就为什么要拿这么大一个盒子装了。在工作，在忙，忙忙点好，都忙吧。吃饭吃饭吃饭，饿死我啦。我们在拍摄的那个地方，它真的还蛮偏的。然后我这两天特别想吃花甲，但是呢，那个地方唯一的两家花甲店评价都很差，我就放心。群里机器人老出故障，真的假的？不要随便甩锅给机器人。哼，又在这甩锅给机器人。这个眼神可不是什么真挚的眼神啊。直播还有气泡，
反应不要太快。我真的很适合做吃播吧，公司有这种通告应该给我整点这种美食节目啥的。太爱大米饭了，我这两天拍摄也是每天都要吃大米饭，然后他们就说很惊讶，说我一天到晚都在吃大米饭。壳多脏啊，没夹起来。这边上九天都不吃大米饭的，因为碳水爆炸。但说真的，我真的一点都不算瘦，在 TOP 十六里头贼离谱。 TOP 十六也太多小细胳膊的纸片人了。空气菜没打开呢，然后你就看 TOP 时候拍摄的时候，我那个手臂老粗了，而且我的衣服还是那种露手臂的。然后我跟你说，我很心机，就是我就是你要是拍，你要是拍摄要露手臂的话，你就这样子，就是说。斜一点，这样子你的手臂看起来就会细很多。我不是内卷，我在教你们拍摄技巧。我一点都不瘦，我很健康，我现在是很健康体重，而且他们都不愿意相信我有90斤，可是我真的有90斤。入团呀，快入团吧。谢谢好的宝送的花前月下。好的，入团了，家人们，来陪我玩吧。为什么没开口是坏点？没开口不是没煮开吗？丧心病狂已经到这种程度。我有让人陪我玩劝人入团，哈哈哈。每次看到这种言论，我都觉得你们很好笑。有的人就是说，有的粉丝哦，男饭可以考虑一下，就是泰国机票订起来。好开心啊，我现在太开心了，我今天上线那一刻我都感觉我天都亮了，我的世界都亮了。机智的医生大结局了，当然有2个小时，我昨晚没敢看。国内技术也不错，你试过了。鱿鱼游戏是什么？对不起嘛，嘴炮一下嘛。差点把搞翻。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跑火车。让我来看一看，
果然呀，好多 top 16成员在直播。你们知道那一天，就是我们第一天拍摄，那天是拍一个平面还是杂志什么的。那天我不是没直播吗？那天晚上我太累了，但是我看到大家都在直播，我突然就很内疚。突然觉得你们很可怜，在我的心里，你们突然变成了可怜兮兮的形象。哦，那我不播了以后，没关系，得看别人。你仇生过来，我打一下。你们可以很独立，怎么独立？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宝贝不直播。”你们不是这种人设吗？这个空心菜不好吃啊，我还是喜欢吃蒜蓉空心菜或者虾酱空心菜。对呀，这就是你们平时说的话。宝贝怎么不出现？宝贝怎么不直播？又缺水了。这是不是你们一模一样？那我什么叫我先去鸡鸡呢？是因为我要去澄清一下。好吗？我要去澄清一下，澄清一下一些就是说需要澄清的事情。那叫烘焙定妆，你们知道吗？有人知道吧？肯定有女孩子知道吧？该不会这个直播间所有女孩子都不知道吧？嗯，你看，还是有女孩子知道的。对啊，那叫烘焙定妆，很有用的。你看，就是，用那个方法的话，我的脸它就会像是开了磨皮一样。就是你先教你们定妆啊，很厉害的定妆方法。就是你先上完底妆，你首先你在脸上一干二净，只涂了护肤品的情况下，喷一层定妆喷雾，然后把你的美妆蛋或者你的各种上妆工具喷一层定妆喷雾，然后你再上隔离，再上粉底，上完粉底遮起来之后，再喷一层定妆喷雾，然后你就用那种散粉，你可以买那种很便宜但是很大碗的散粉，用里面送的粉扑或者各种方式扑粉，就扑多一点粉，就扑到脸上，不是 face 粉，扑到脸上，然后你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，比如说画眉毛、画眼影什么的。等过个七八分钟之后再扫掉，扫掉之后再铺，再喷一层定妆喷雾。然后上班就知道，好真实啊！我晕，被你真实到了。那你就是上班的时候没关系啊，你上班的时候你又没有什么需要值得你这样子定妆的人，你可以来见我的时候这样子化妆。难道来见我的时候不值得你这样化妆吗？又要握手会了，我十月份现在已经有两次握手会了，太可怕了。
不是见你们可怕，不是不想见你们，但是握手会次数也太频繁了吧。我是心疼你们排队很累，虽然感觉杭州那一次肯定没有什么人。但我还是很心疼你们的。不，我这次是真的觉得杭州那次肯定没什么人，所以大家记得来握我哦，不要让我孤苦伶仃。我会很伤心的。听说我们巡演那个场地很大，超大。我今天不开心，其实是因为杭州巡演的那个海报。我一开始觉得自己太敏感了，但是又觉得要维护自己合理权益，然后我就去找 staff 了，然后他们就给我改了，自己维权。这会不开心啊。昨天的不开心就止于此吧，明天依旧不开心哦。谢谢李佛送的权杖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权杖。我就是觉得大家给我投的这种名次也很艰辛，对吧？谢谢深打纳米洞送的花前月下，那很直观的不就是这些物料，还有就是拍安徽的时候可以不用那么早起嘛。谢谢脖子疼疼疼送的单雨蝶，谢谢你。谢谢林仔送的花前月下，谢谢你。谢谢工藤新之助送的花前月下，谢谢你。我就觉得你凭什么这样。一开始我去说的时候还跟我说，我就说我的意思，我就是问说，我说不是神七吗？他说因为排版好看，没有别的意思，让我不要多想。我现在的排版也不好看，而且往年也没有因为排版就这样啊，那为什么到了我就要这样呢？我就觉得我应该去维护我的合理权益。哼！可是他刚刚给我，不是刚刚给我发的图改了，可能是后面的物料宣传什么的会改吧。谢谢寒潮姐姐送的灯雨蝶，谢谢你。
这也确实是达人送的天宇杰。那一开始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这个人太小气，我老是会这么觉得。谢谢樱桃芝士送的灯雨蝶，谢谢你。谢谢一只硬币啊送的花前月下。反正现在好了。不，我不想你们去怎么怎么样，我只是觉得那我要去维护我的合理权益。今天录了个采访也挺奇怪的。谢谢双打的小芒果送的权杖，谢谢你。那出魔法棒，我要让世界变漂亮，我要让星星都发光，把每个角落照亮。就是反正就是关于这个分组的东西吧。然后我当时就挺不开心的，然后我就直接去找人家问了，他说他没有考虑周到，说要不重录吧。但是因为如果重录的话大家都要重录，我就说算了，这次就算了，希望他以后能注意。没有吧，那个石大嘴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因为我知道他人也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是别人分的，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是他分的，然后我就知道，因为他人就不是坏，就是没有恶意，我也知道他不太了解这些东西，所以我就说那就算了，因为如果我要求重录的话，大家都要陪我一起重录，我觉得不太好。下次他就知道了。你们别，不可以哦。我还要回成都，好厉害吧？哎，等一下，我这个油怎么这么夸张啊？纸巾呢？绝了！我打开，你通过拍它就会挤压，然后就打开啦。你撕开的话很容易把它撕破的，撕破了就有强迫症。学到了没用的知识，怎么没用了？你真的有的时候你们撕这个不会把它撕破吗？啪的一下就撕破了，然后就会很不爽，因为人嘛有一点点强迫症。吃饱了，说实话再吃一口吧。
嘿嘿，少女偶像在线奏纸巾可还行？吃饱了，等会再吃。我等会肯定很快就饿了。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，少食多餐的类型，胃比较小。直播完去八五。又不能早睡，还好，但明天可以早，不用早起，就无所谓。我可以熬夜，但我不能早起，早起太痛苦了，真的。卸了妆再拔，对，对，卸个妆再拔吧。这两天天天带妆超过12个小时，但你这个 ID。我面目狰狞了。救命！救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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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盘算一下，马上估计没休息个两天又要开始排巡演了吧。然后等巡演完结束之后回家一趟，因为我家里人都想我了。本来想说中秋晚回家一趟的，但是忘了要排巡演这件事情了。回来之后又要生日周年了，没有吧？你这是不是有点夸张？请年假吗？说实话，我们以前是说有年假，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用过我的年假。但一般来说，我们只要没有工作的日子，回个家嘛，也不会怎么样。什么时候回迪士尼这个家？那倒是过两天可以回一次吧，应该。迪士尼达菲那个新朋友叫什么来着？好可爱啊，那个尾巴，我买爆。贝尔啊，什么时候有新朋友啊？没注意看。其实弟弟没失宠，不要在直播间散播一些谣言啊。那小狐狸主要是那个耳朵和尾巴都很可爱，那个尾巴好想抓，我感觉它肯定会出一些很漂亮的周边的。很久没有在迪士尼好好花过钱了，我的钱包养了。
我都多久没去迪士尼啦？说真的，我很久很久没有去迪士尼了，对吧？而且这个月这么辛苦，不得犒劳一下自己吗？29号才首发呀、那再说吧，你可以先回家一趟，然后等他首发了之后，过几天再回家一趟呗。我昨天晚上在抖音上刷到一个，就是一个很喜欢尼克的。一个抖音一个人，他好厉害，哇，大数据，就是他喜欢尼克2年了，然后真的很频繁的去见尼克，而且很真情实感，我就觉得好厉害，对，就是手上画爱心的一个姐姐，而且他最后那个视频好感人。我觉得，还是跟泛偶像不太一样吧。偶像可不会那么甜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谢谢 Liz to you 送的，用爱发电，触电，呜啦啦啦啦啦，呜啦啦啦啦啦，开始进入我的世界，请你别眨眼，baby my baby，眼神在放电。这个问题还是简单。尼克是真的很甜，说实话，我有一次，也不是有一次吧，基本上每次去花车，尼克都很甜。我姐的迷了，我姐啦。基本上每次去迪士尼花车巡游什么的，尼克都很甜。题目是什么？一串很长的，我已经背不出来了。就是让你猜是圣诞节还是中秋节，可是你说这种题目，中秋节、中秋灯谜，它会出关于圣诞的题吗？这不就是送分题吗？我之前有一次去迪士尼的时候，被尼克甜到想加推。我天呐，那尼克太甜了，走出老远还跟那飞吻比心的。你们发什么问号？我不是说我对尼克飞吻比心，是他隔老远了还给我飞吻比心，搁这吊我。真的很会营业，才不是错觉呢！我虽然是钓小象，但我的钓法是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其实公演的时候，连眼睛都对视不过超过3秒。神秘妈筛，我看到粉丝的眼睛3秒钟就吧，有一些些社恐的那个，就是说情绪啊，确实是有一些社恐啊。
屏幕超为愤怒，屏幕超为愤怒什么？我老盯着镜头呢，盯着镜头不就是在盯屏幕前你们吗？不行，我就是，而且每次我要是知道那不是我粉丝，我都没办法跟他看一眼。一眼都看不了，我有被害妄想症，我老觉得人家讨厌我。心里就会想，我搁着看他，其实他讨厌我，他讨厌我，我还在搁着看他，那他岂不是很得意？有一些些被害妄想症，确实是。没有啊，新粉丝就是说，虽然你是新粉丝，虽然你的面孔有点陌生，可是你为我应援，你喊呀比，我就知道你喜欢我。爱是能感受到的。那哑巴，哑巴，你把头伸过来，挨打。别哥哥给我搁这装新粉啊！当偶像也7年了啊，什么套路没见过啊？小白和小花叫的又好厉害，只要一来人，他俩就搁这叫叫叫。哇，我最近吸了这么多新粉啊，好感动啊。真正好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大家都是新粉，希望大家以后能陪着我走下去哦。谁要是走不下去，谁就是小狗哦。现在就开始学狗叫什么意思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就是说现在就开始汪汪汪是什么意思？修狗啊，修狗啊！好想养金渐层。看到麻瓜就想起来，果然我已经开始对《哈利波特》这个游戏逐渐下头了。我这两天都没怎么玩它了，因为我打不过人家，但是我也不想氪金，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。我告诉自己，我要坚持玩一个月，我才会在这个游戏上花钱。但是我觉得打不过人家。打不过人家，我又不能氪金，我又不想氪金，我就开始逐渐对这个游戏下头。小氪怡情，不行。不行。啊，真的有阿兹卡班吗？新出的吗？
可我今天也看到抖音说有，不是 P 的吗？全都硬了，但是我也有那个警告，可是我没有用啃大瓜呀。难道是因为我用了贝拉的回响吗？我根本没有抽到啊！我一张扑克饶恕咒都没有。用贝拉的回响也算。我现在2500分，差不多吧，应该。高吗？我都没有怎么好好打呀。啊，这算高啊？你们这也太差了吧！我都没氪金，也没好好再打，也没有肝。唉，看来还是有一定天赋啊，那就不弃游了，打起来吧！我有金卡，谁说我没有金卡的？我有2张金卡，还是3张来着的。但现在有点逐渐打不过人家了，因为他们太多金卡了。我的卡组就是一堆召唤的那种生物，比如那个灵猫，还有那个小精灵，然后还有马人、人马、马人、人马。我觉得那个妖怪叔，那个三叔流。我反正我不太适用啊，我觉得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哪里亮点哪里，我现在已经有些策略了。石兵是什么？石兵是那个石墩子嘛，那个我有。对，点它太贵了，它太贵了，你而且马上就被解掉了，我觉得它有点不太性价比不是很高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。召唤物，然后再带一个那个炸弹盒子，还有那个烟花，还有气象咒，还有咻咻，还有什么？差不多应该就这些吧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力火。全都硬了，净奖些我没有的。伙伴卡是卡姐，还有那个忘记她叫什么名字，就短头发那小姑娘，还有那个画画的那小姑娘。不是我好爱小姑娘，是我没啥伙伴卡，不好用。别的伙伴卡我都觉得不好用。我就一般来说，我的卡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不喜欢玩近战，我就喜欢隔着远远的打人家。而且场上铺满你召唤出来的生物之后，你会觉得很有安全感。
就是你开局嘛，你有找着机会，你就给自己身前铺一篮的那个烟花和那个马人。老有安全感了。好了，我要准备下播了。刚刚本来想说，我刚刚就想说1点半下播的，结果搁这跟你们分享我的这个卡组。我之前用那个纽特的回响，但我觉得纽特的回响没有贝拉的回响猛。所以我现在用的是贝拉的回响。拜拜，抱抱，晚安，下次直播真的是中秋公演之后了，不要太想念我。